应该说呢，我在每个演奏呢，我都会整理大家的点歌啊，以及整理有些朋友呢想听什么哦，尽量安排。那当然，我心中也有我想吹的歌曲哈。那我在这边演奏呢，能够持之以恒到这么久呢，其实有一个原因哈。其实我非常喜欢表演，好，我跟我的老师一样，天生的，我从5岁哈就在文化中心跟我的老师演奏了哈。没有，从小呢是被逼，到现在呢是兴趣。到喜欢哦，所以呢，我才喜欢表演，才有办法坚持下去。如果你不喜欢做这件事呢，你就没办法长久持之以恒哦。到现在呢为止，都是因为我喜欢在演奏的时候投入的那个感觉哈、哦，那也释放自己的压力。那我要带来的这个新歌呢，是有收录在专辑里面的哈、哦，是我的老师的专辑。那这首歌呢叫做《Baseline You Can Do》，就是呢你要做到最好。你如果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，才有可能成功哈。Baseline You Can Do 这首歌呢是20年前金曲歌王然后的曲子哈，这个有国外的一位歌手，像是 Los Dua 哈，很多这个金曲歌王，像那个唱那个你刚才演奏什么歌 ？How Deep Is Your Love 哈，这首歌是 Beaches 哈，这很多那时候的金曲哈，还有木匠兄妹啊，当时候的很多这个歌星很会唱，那其中的这一首呢叫做 Baseline You Can Do。那如果大家喜欢呢，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原唱，我觉得唱歌用原唱唱起来呢，也很好听啊。那我就用吹奏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新歌哈、啊、，Baseline You Can Do， 谢谢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想到了一首呢，我刚才看到 Michael 跟美女在跳舞，哎，我们带来一首《甜蜜蜜》，好不好？哈哈，哎，这首歌我刚才看到你们才想到的哈，那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曲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曲了啦，9:40呢。我每次在这边演奏，我都要拜托大家早点放我走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两首，两首哈，两首，好的话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没有掌声就一首。好好的话两首，赶快掌声鼓励一下啊 ！Michael， 哎，你先带来一首《甜蜜蜜》啊。这好久没有演奏，我在网络上也有听到这个，哎，是邓丽君的歌曲吗？对。好，邓丽君，好，掌声鼓励，《甜蜜蜜》啊。歌曲。